哎，下一次上课学生都不要睡着哈，不要睡过头，A 不完不行嘞。记得，我差一点我透笔了吗？来看一下，虽然意思是打比方，虽然我们平常会跟但是会放在一起用的，哦，虽然但是虽然就是说 although but also 就是打比方。来，文学要第一个这个给我念一下。我虽然没有时间，但是我努力学中文。所以前面你是做什么事情，可是后面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虽然但是对懂了。妈妈不是吹毛求疵，但是我努力学中文，就算做到比了等于嘞。来，第二个，请那个噔噔来，我，哎，等一下，对不起。那我第二题，等下他来。我虽然没有想吃饭，但是我为吉祥给妈妈。这个叫记东西的记这边个背部的啊，不是说必须得背的啊，不是你背的，看嘛，懂了？你这里啊，你比方说你现在缅甸，你妈妈华城或是面巾呐，你妈妈在你比的，你阳光嘛下的不省，或是白不省皮皮不落笔的，那叫记。那我现在在台湾，我你都那啥背景了，丢啥啥？那哦，我寄给你我的课本，我寄给你我的课本，那种落笔就是说布笔来的，那米了啥国？我台湾啊你哈，我从台湾寄到缅甸。寄到缅甸，所以寄这边个 SND 上背部的，可是这个上呢，就是说东西钱，不是啥啥，所以传给老师一样，我传给好了，我还没有交作业，传那个是传就是啥 message，这个东西叫寄钱，所以寄钱这边老师会说背呀，会不背呀？老师将来台湾来，将来是蛮乖的，和孩子们哈，就是说你在台湾自己赚钱，都寄钱给父母。多寄钱给妈妈哦，老师，其实老师台湾你不管怎么样，还是对老师怎么样没关系，就是还是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家人还蛮不错的。哦，学生们都寄钱给父母哦，因为我大概会，因为我现在老师的学生都在台湾差不多80几个了哈。八十几个，差不多80个学生，几乎每个学生都寄钱给父母。寄钱给家人还蛮乖的哈，寄钱就是说为了别人，所以我虽然没有钱吃饭，你看你叫他们啥我不是很细不，但是我会寄钱给妈妈，好嘞，就是不是你把家不别人，我差不去打来的，我差不爱你不行，你把老娘们看出来打的明明的不，所以我虽然没有钱吃饭，但是我会寄钱给妈妈。来第三个学生来念一下宋天仪。虽然他有半价了，有听到。虽然他有女朋友，但是他不想跟他结婚。哦，虽然他有女朋友，都蛮搞嘛离奇的，但是他不想跟他结婚，都搞嘛离的那么太清，就是一个 reasonable 呢。所以虽然但是，来大家想一想，1分钟，老周请5个学生自己来造句自己的虽然但是，5个学生，想一想。你自己的想法，还有我昨天有讲过哈，你们造句的时候最好你书本上写下来，不要头脑想，你想好了书本上写下来，这样才你们的中文会有进步。我哪个字我不会写，哪个字我会写，你更有进步了。你搞你先啥没有用的，你要写下来你的想法。虽然但是，如果你还是听不懂，你可以再问老师。1分钟。
好，请来苏珊妮。我虽然有姐姐，但是没有空。但是我我虽然有时间，我买请西北买巴皮了。但是我没有工作。哦，我没有工作，还有可以说，我虽然有空，但是我没有好好背书。刚刚咱们讲不，我没有好好练习，我没有好好看书。妈妈，请别明白，刚刚咱们讲不，咱们老婆也是有饭吃，身子嘛动了呀嘞。哦，有没有能力比他呢？来下一位，请 Richard B。虽然老师教的不宽，但是学生们都跟不上去。好，可以拨面尾。虽然他没有想，但是但是他不要给别人。我不是还没修什么，怎么也不如别人了嘿。踢人呀！他虽然没有钱，但是跟别人，都没有时间呢。哦，跟别人不会借钱。哦，借钱就是不省钱呀，就是老师等他比他借东西借书，所以跟别人不会借钱，都没有时间你不省钱你们修。啊，虽然他没有钱啊，虽然没有钱，但是跟别人不会借钱，都没有情感，你不怎么清楚的意思啊。来下一位，你虽然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不想告诉你。哦，OK，好，Nora。怎么了？那咳是我嗽？吗？对你。虽然我的。高中，我的高中成绩不太好，可是我想在台大大学读电脑科程序。好，OK，可以来。真的么的了，可以吗？姐。可以了，老师。来。虽然我去过海边，但是我还想再去。OK，所以就是虽然但是来啊、哦，虽然可是了，可以哈，总是就是别人，总是呢，它的利润比较高，就是 risk 比较高，就是说，比方说一个星期他可能会去五六天的意思，哦，一个总是我们说经常啊，常常啊，它的 rent 比较低，总是 rent 比较高，意思一个礼拜一个星期他可能会做五六次。五六次，所以他做的基本上的次比较高。哦，那第一个学生来先给我念一下好不好？来，念一下。我总是喜欢去图书馆练书。好，这个总是它也是一种 time 啊，time 是不是太否动它了？所以他总是喜欢去图书馆念书。读咩呢？啥叫多比啥派来在的？哦，啥子啊？在的，啥了哇？在的，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总是动态的，它的 range 就是它有可能就是说一个礼拜、一个星期，它去的是五六次的意思。好、哦，去的次比较多。来，第二个前面嘞。我总是喜欢熬夜下汉字。对不起，血汉子。熬夜，哦，我不能熬，二声熬。熬二声熬，一二夜四声夜，熬夜熬夜是什么意思？我刚听你呀，三天来着哇，那是熬夜。三天来着嘛，我晓得我们三天来着。可是基本上嘛呢，就是人的身体情况来说，老说三天来已经是太熬夜了。可是我们现在这年轻人都很喜欢很晚才睡觉，那是我们说熬夜。熬夜什么？你那都刚听你呀，叫熬夜。那你们有时候让老师喜欢一两点才睡觉，
老叔属于每天熬夜的，好不好？老叔都每天3点才睡觉，最早3点。因为呢，我你们课下课差不多12点半了，还有东给西给传给的，你们课程啦、啊、什么还要传给你们吗？还要整理啦。哦，大概老师下礼拜边没有不放你边路亚的，不是直接放在铺壁路庙，所以那个东卷被西卷被我差不多1点了。还有老师 YouTube 嘛，都还要 po 上去就 video 啊，因为我现在1到53要上课，早上老师我要 video，很麻烦的，因为我在学校我没有带电脑，我没办法传上，所以就是我晚上都要做完，差不多1点了。那1点呢？我要去洗脸啊、刷牙啊、喝水什么、洗杯子啊，差不多1点半。然后我要写我的功课，我至少要看1个小时，有时候1个半小时，差不多所以差不多我睡觉平均数是3点。那所以我每天熬夜睡觉的。哦，我每天熬夜才睡觉。尿价买的，尿的高买的。我每天都熬夜，熬夜。嘛，才，我每天熬夜才睡觉，什么意思？闹家嘛，你安的搞嘛一点不？这个是嘛，所以我每天都熬夜才睡觉，你安的搞嘛一点。所以12点后面我们会说熬夜，1两点、1两3点熬夜。所以其实这个是不好的习惯，刚刚好，可是我没办法，因为我的工作也是比较晚嘛。还我还要看书，我还要我既然也知道这个对身体不好，可是没办法啊，因为我每天1个礼拜5天，哦，这半个月长大了，我没有时间念书啊。我今天就是回到家差不多5点半，5点半我上那个泰语课，哦，泰语课差不多下课马上赶快洗澡吃东西，就赶快上别的课，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我是，既然我知道熬夜不好，可是我还是要熬夜，所以我总是喜欢熬夜写汉字。有些相当老师们呢，我以前呢我没有那么忙，那我很喜欢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是说，哎，比如说他，我很喜欢。可是你们现在年轻人都早上起来睡，哎，你们那我们的还晚呢，你要不要熬夜也可以。是吗？应该你们也差不多吧。你要不要熬夜也没关系。没呢，唱哪款来？谁有起床？早上6、7点谁起床？很少。早上5点半、6点半都起来看书，没有人，很少。所以我们以前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早上5点半、6点起来看书。可是我们差不多9点半、10点就睡觉。可是现在21世纪嘛，21st century，小孩子都年轻人都就改变了。不要早起，要晚睡可以。所以我总是喜欢熬夜写汉字，啊，就是老师写天嘛不能是说是啥子，功效不标回来。可是现在年轻人好像是觉得熬夜写汉字比较记得哈，就是每个人的迷信用具不一样嘛哈。所以我总是，所以这个总是呢，那你有可能说是1个礼拜5天或者6天熬夜的意思。啊，所以你可以说，如果你的每天熬夜才睡觉，那可以说我每天都熬夜才睡觉。熬夜就是尿尿的搞体力的。好，来第三个学生来听我念一下，尿点子。我上课的时候总是迟到。迟到啊，迟到那边就是闹假的。啊，我现在你们班是差不多9点半上课嘛？那你9点35来上课，9点40来上课，9点38来上课，那算都是迟到的。啊，你这老假了，我不会迟到哦，我1分钟都不会迟到，我差不多提早10分钟传给你们送 link 了。然后呢，我一直电脑上我就准备了要教什么，我就打开 PPT，然后所以我也不会迟到的人。啊，所以我前面课跟后面我会接时间会接上去，所以我不会迟到，所以也希望你们也不要迟到。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上课的时候啊，站在这起嘛，总是迟到，意思是说你每次上课每次都会迟到的意思。啊，这个因为我说1个星期我们上2天的课嘛，对吧？你也别这了，所以这个总是用的法，你每次都迟到的意思。好，因为总是的嘛，常常还好，常常还好。常常迟到还好，总是在比较好。可是总是的你，迷人迟到的意思。好来，错的意思是大悲咩？大悲咩？
但是滑入那么多。来，第一个先学生来看一下，请吴莹莹来念一下，他外表。他外表看起来柔，温黑泥，柔，温柔，温柔。温柔，温柔，黑温柔。但他的性格，却很暴躁，爆炸，好，来看一暴下躁。这边，横呢是三声，所以你要横要短，横不是哼，也不是横就是二声，所以横好横，所以它外表什么意思？别人来看呢、啊。有些人觉得老师讲的你努力要我对的是，你们第一个开始刚开始，我们婆婆婆婆开刚开始，你们看我的外表，你觉得怎么样？老师很凶，很凶什么意思？老师很凶。你第一天波波摸佛。你要跟我学波波摸佛，孩子，你已经要上课了，跟我要学中文了。好，你要学中文了，那你觉得老师很凶，什么意思凶？因为我还没有教书的时候，我会说什么？我会说什么？不能迟到，要写作业。迟到什么意思？迟到太多了，这样比臭别人。要交作业，没有交作业怎么样？这样比丑别没？他这样没？他这样明白了？他这样比丑别没？我都一直这样子。那但是老师，你们因为第一次看到老师，第一次认识的我，那刚开始认识老师就这样子，你觉得老师怎么样？我说完了，咋了呀？包书来的，就是凶，就是说你知道吗？阴阴的第三三了，你知道吗？阴阴的第三三了。老师第一个开始，因为老师不能给你们就是。虽然这个不是凶，老师自己是不是凶？可是学生觉得是凶。老师啊，当然呀，老师你答应不了，因为老师的声音就是这样子的，老师声音就是这样子的，不会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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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是嘎不了，就是说啊，答应得了。可是呢，谁这个了吧的？啊，当然啊，你答应不了，看嘛，张娜觉得老师是很凶，什么意思？是嘎不了，心底也录不了。限定，好，没有那么人温柔。可是老师啊，这样不满不满，老师对的老婆不满，讲你妈什么？长大有啥啦的？不他妈立马不如你了。大家好，不如不如你要去的，你要去的不？长大嘞，咱妈别忘了。那老师呢？申请呗。那长大嘞啥啦的？去看人家的感报，比长大嘞，俺家创新的报，老不啦老师。所以老师长大觉得老师很凶，老师言性低也不，那老师卡彪啦，一点都不温暖。不温柔，其实老师要说到表比，老师不是对学生凶的，老师要就是给他表的了，因为老师是跟老师联络的，表表他们细心细心嘛，能表的那么细嘛，我也没秀没心灵的，对了，对的那撇过讲你嘛，长大也没爱呢，所以不喜欢，所以我要讲清楚，所以其实确实觉得老师很凶，而且很凶的老师长大另外跑几笔送票来着了。你看嘛，俺那递了一点，这个还表的钱差不多把他妈弄在那里嘛，在那一边等了1个小时。自己的零号级别，哦，很凶的零八级，俺爷外表级别零标来着，咋嘞？啊，乒乒乓乓的人，人家睡着地路了，人家俺在哪一年？人家那没心里，人家睡着爬来说了没得有？可是零号马上你判断来着吧？老师很凶，好，零号标来着，老师很凶。你下课你等个进标来，还是你有哪边在没事别等个进大标来呗？哎，老师很凶来的，嘿，你看那没事毕业，都没事毕业，妈都弄那呀，都弄老师这样子都二款大家撇大，为什么他觉得老师很凶？那为什么你这个老师凶不凶？你是看老师的外表，说你是判断的，老师的外表我们这边两千送票差不来的，那你呀老师有判断的呢？你是看老师的外表，就你马上判断了老师很凶，所以外表。可是老师还有另外一种人，嘴巴很甜，大家好。哎，张大爷啥样了？哇，你很厉害哦！啊，你很棒哦！你很聪明哦！张大爷啪啪地拍拍墙，张大爷妙为啥的呢？
好，那觉得教的怎么样？你妈，你怎么判断？哇，这个老师不错，啊，这个老师不错，很温柔，哦，老师很好，非常好，还不知道老师教的好不好，可是你马上判断了，怎么样？老师很好，那你看怎么判断的？你看那个老师的外表判断的，所以呢，这个人好不好，你不能看外表，你看外表就不能判断的哦。你抱怨不么？当然级别哦，那送片呀，那着外表。可是现在很年轻人都很喜欢看外表，就是马上判断的，知道吗？就是学生喜欢，就是说过目绿绿绿绿紧紧的蓝色才能有哎呀在的，不咯？当然啦，可是我们教书也不可能每次都温柔，这样我们要怎么教书的啊？学生要会也不一。每次都不能玩温柔的，要规定就是规定的，这样才会学会的。得了，我报数，比知道啥路开了吗？老得了。哦，阿平阿平，那个你平嘛，比中比有啥路开你啊？然后嘛，就老很凶哦，还是很凶哦。所以就是你们不能外表看哈，人呢，比如要对比这个人好的，这个人不好的，你不能看外表。所以他外表看起来吧嘞，特别笨笨的人，比笨笨的人家啊。很温柔，说算了吧，哈、啊，你很可爱哦，你肚子饿吗？我请你吃饭好不好？好，那你很漂亮哦，哇，你很聪明哦，你肚子饿吗？我请你吃饭啊，我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他这样子外表看起来是怎么样？很温柔，温柔是什么意思？奴念呢、啊？奴念呢、啊？温柔，温柔。好，所以你觉得这个人很温柔哇？他外表看起来很温柔，对呀、啊，并不能这样啊，温柔，哎呀，努力来的。当呢，大表妹，她的性格对呀、啊，就是一个在一个个脆大表妹。好，所以那酷这个当跟这个脆不一样的，好，脆大表妹吧，皮喽，上次没动力卡吗？很爆炸，爆炸是什么？爆鬼带皮的，爆鬼啊！的户主很爆炸啊、哦！老师，那老师的行，老师的外表是看起来很爆炸。老师要对二三六四的三姐妹啊，老师那你念讲老师刚刚对老师讲，老师的外表看起来很爆炸，但是呢，老师性格却很温柔。老师的外表真的看起来很爆炸，但是老师性格却很温柔。老师第三章的三姐妹，老师就是觉得很凶。老师教书以外，老师都很温柔。少的那的形容很凶，真的少的那前很凶，还有生气的时候，谁说会前很凶。可是其他时间老师不会爆炸，可是老师很生气，老师也很会爆炸的。爆炸是什么意思？嗡咚哒咚哒，你要把木路弄完，你上最虚弱了，把屁的。那是报价，不会客气了，不会客气了。不是讲你包括要你比我岁数，必须要稳当、稳当、快加快，那是报价。那你开价就行，有那么有难啊？不噜噜啦，你认为应该九五毛吧？你觉得这个人很温柔，可是读研屁来对比，你觉得很吓到你了？哪的啊？哪着报价？OK，那在我们那时候说，吹我的妈拉比哦，懂了？好。来提供意思是 supporting be 啊，跳板 be 啊。那你们现在有一些人在公司上班啊，有些人就是公司提供什么啊？我们以前中文去上 demo 多少遍，所以我们会说公司 company 啊，有没有提供宿舍？我不想说麻烦的东西呢，所以 you know 放动态了。公司有没有提供宿舍？把表哦。你个啥？他问别他了，就是上不拉手的意思。还有公司有没有提供那个交通费？交通费，交通费就是 landing，landing，交通的老师 landing，所以交通费费就是 pool 卡，所以公司有没有提供交通费？好，那老师的上课，老师有提供什么？我们班，我都等嘛，有没有提供 PPT、PowerPoint、PPT？有没有提供 PPT、PowerPoint？
我们说 PPT 就是 PowerPoint 的意思。好，有没有提供 PPT？PPT 套本没他了，意思是我们下课我有没有提供去 PPT？有哦，有哦，我每次下课我传给你们 PPT，我把传给你们。其实老师哈，就是我 Danny 嘛，老师可能会提供 PPT，有些课不会提供的。有些课不会提供的，那叫 PPT 就是 PowerPoint 的意思。所以怎么了？我是妈妈，对啊，不好，起。没关系。好，所以这个提供呢，啊，你有提供什么？公司有提供什么？还有公司，有些老师描述这个公司你懂了没有？所以我们说公司，公司有没有提供午餐？大部分公司老师我呢，这个就是我。福利好了，为啥我一样刚那公司的时候，我那里哦提供午餐，你来啥就业？所以我们你去国外，苗大皮老师 interview 嘛，没有喏，性格不嘛，露的讲哪一首？苗大皮老师要问这个问题，不管你上完 internet 干你老师好 online 干你面试的，还是你去哪里不？然后你要公司来面试的时候，这个你一定要问喏，新加坡的有没有提供宿舍？操，你无比了，因为新加坡大部分是老师没有提供宿舍的。新加坡的公司的苗大皮大部分没有提供，因为自己要租房子。可是有些自己要租房子，可是他会提供吧？咯，宿舍费。有些没有宿舍，老板他们没有宿舍，可是呢，他们给你那租房子的费啊，看看阿里卡宿舍。有些人是提供宿舍费一半，看看房租费一半，对我看看这我套管别比较福利好的 service 搞那供你。有些公司还会提供交通费。啊，这是老师，还有些公司提供午餐，就是工作面试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来长城是 Great Water 啦，好，大家应该知道吧？Dubai 嘛，哈的啦，Great Water 啦，长城，哦，Great Water 啦。来知识就是老师啊，聪明聪过的。来这个学生来给我念一下，没。以下的真机是，好，以下的整体是说母语啦，过底呗，什么意思？你现在要出去了，出去打扮了哈，拉比米多阿比，你要出去了，哇，我过底呗呀，穿，哦，摸了侬，全过底呗呀，你们有了，你别穿啊，你摸个那个过底呀穿来，哦，摸了侬，哎呀，俺穿没穿嘛呗，就阿罗那个过底呗。那我们会说以下的真几是母语啦，过底呗。好，来第二个学生来念一下那个微信的毛毛没有？来，雪姨，我受伤。我受伤的时候，救护车及时到了。目前 emergency 噶，医保噶，就是一年，爸妈毕业那么不老了，1999了，91了。哦，救护车就一那边噶给了，不啊，加贵了，是啊，但不加贵的噶，emergency 噶，医保噶，救护车。所以我受伤的时候，受伤是什么？哎呀呀啦，这样呀啦，所以我受伤的时候，我这样呀的什么？救护车及时到了，救护车啊！啊，请过的要拿的，或者啊，请你要拿的。来，最后一个 GPRP 来念。没有钱的时候没办法，就是去医院。即使呢，单出来，即使加拿大要 speak up 不呢？没有钱的时候，不是没需要钱吗？没办法，即使去医院，请你使用过不路吗？那当然不，是不是？是将来，就是有些没有真的没有钱的人，使用多少钱没买，村民那多少难找，所以没办法，及时去医院，不是没些钱嘛，村民，所以我及时来上课，村民在哪着的，及时，他到了及时了，我请过去要了嘞，我们会说及时，好，这是我们14的第三课的。所以要好好背书。我这个第三课我教的很慢哦，怕你们就是太多，还有就是怕你们记不起来。我已经尽力很慢了，所以你们自己要好好认真背哦，不要说老师教的太快，老师教的非常已经有够慢了。哎呀，内容啊，姐妹张妈妈看完了，你们等。来第三课的课本看一下，这里对我印象不错，我已经教过了，印象很重要哦，第一印象很重要。所以，经理们你讲个对我印象不错，我不骂他嘞。expression 看啥讲个，impression 看啥讲个，不错，那么舒服。所以，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经理对我印象还不错，打算来面里来，你说看看，老师阿伯嘛，impression 么说，我怎么说面里？看看去。老师阿伯嘛，把他骂怂，看啥节目说不？啊，老师对我第一印象不错。啊，老师对我第一印象不错啊。老师阿伯嘛，把他骂怂，first impression 就是嘛说不。老板对我印象不错，老板对我第一印象不错，我们都可以说。来，老师，这个第一个短文，来，这里有小夏跟小鱼。我把你们放大开一点点。来，题目是小夏和小鱼，小夏的小鱼哦，两个人聊了小鱼面试的情况。小鱼面试的情况，小鱼 interview 了去美国，他们在聊的。来，老师，小夏跟小鱼来，所以我们请两个学生，一个是小夏，一个是小鱼啊，来，请见面喽。你是小夏，还有 Jason，你是小鱼。还可以，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就是我有点紧张。小夏说：“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献身，要要相相信信。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你说的对呀，三月15号。15号上午8点在学校体育馆。体育馆还有一个征票会招聘会，招聘会，你去你吗？去吗？GPU 念喽。小夏说：“我还没决定呢。听说这次招聘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来，我来一下翻译，等一下再请一个两个学生再念哦。你上午的面试怎么样？你们那个 interview 不如咯，还可以，OK 吧的，还可以的呗，就是说 OK 吧的，行吧的，是意思哈。他们问的问题都挺简，挺容易的，都没人没过你啊龙个挺 very again 一横的意思，容易的，容易的，edge developer 的难标的吧，累的，就是撇咋个，我有一点吧，撇着。紧张，你那些楼下来，因为面试嘛，哈，面试的时候，interview 什么，一定要说 data 包裹对自己，秘密狗狗秘密过包裹，有信心，说实话，张那念的，但发音错了，但说嘛嘞，信心要 believer，用积木写啊们，那狗狗用积木，我可以的。我可以的，用积木查啊，不用怕。要相信用积压没自己的能力过于辛苦过用积压没人。你说的对，你比如说明年3月15号，当天晚上啊，你上午8点，明天是哪一嘛？在学校专业体育馆的嘎呀个嘎呀的老师看妈妈的，还有一个是的人招聘会啊，local 的local 的不会是呼吸的人，你怎么妈妈别办法咯？Hello。录里面，录不下不会了，录不下不录话，红包不录话了，你吧？来，录里嘞，他听的阿咪，录工，你先说你工资表，我录下了不录话了，哎，录不下哈。都交可以加费，微交信。费，哎，交费，哎，交费，哦，英语录课，那交费，好吧嘛，弄个那么厉害，交费，啊，交费是也不，喏，录，困难不，录感困难，啊，所以交费是也不。你去吗？你多么啦不？我还没决定呢，俺们从偏亚的屋里听说，不要等咋了？这次招聘会就是靠 job offer 嘛，提供了 supporting beta 的工作机会很多，是吧？老板困难的，俺们亚机器人，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啊，嘟嘟嘟，多阿奇呀啊！来，最后一个老师，两个学生来请，看一下对小夏，是一百小鱼。
看一下，对，看一下，你对，上网，你又没丢脸是不是？你上网的上面午，试怎么样？上午，你上午的面试怎么样？还可以，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就是我有点紧张。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你说的对，3月15号下午8点，在学校体育馆还有一个招聘会，你去吗？我还没决定呢。听说这次招聘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我们一起去看看吧。OK，来，第二个是马经理，第二个人是小林。马经理呢，小林啊，聊呢招聘的事情。The local for local 的给啥呢？把的比如昨天我个聊价的，这个他们比较价的不？来，我们两个学生，一个要进马经理了，我们一个是小林了，我们来看一下多个马经理，汉民他个小林来。小冷，这次招聘不是小李负责吗？还没查。本来是小丽，本来是小丽自从负责的，负责。负责的，但是他突然生病，生病住院了，所以就交给我来做了。哦，这次应聘的人多吗？经理这次也来应聘的，一共有15人，经过笔试和面试有。两个不错，这是他们的材料，材料，材料。你看看。这2个人的能力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你通知他们下周一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吧。好的，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好，学生们要记得这个是小。他的声音西一凹小三声，所以三声要小缩短。小肖莫普学生刚刚念的肖林片里，还有小黎要缩短，读遍小黎、小黎、小林，不是肖，也不是小，小黎、小林啊，还有第二个发音错的，就是，左哦，符合，符二声，符合，符合，符合啊、哦！刚刚念错的这2个声音。好，我们来看一下马经理。好，小林呢？这次招聘不是哈、哦、小黎负责吗？负责就是党委有了。这个你 allo interview 了呢？啊，这 allo 款的不代表小黎啊，党委有他啊，模糊了啊。这那小林说本来是小黎负责的，那个话说小黎啊，党委有他啊，吧这，但是他被卖，他虽然突然生病住院了，就这个经理不刚批评使用大陆吧，所以他账目录就交给我阿哥来比如来做了。那我来比来路看一下，不能多找问比来的不，来比来的哦。这次应聘的人多吗？这个漏了笑的努力，你要哪里经理的问你讲，这次来应聘的，这个漏了笑的努力，一共图纸四十五包，有15人，三个要学，经过。pass 批多少就在这边，哦，pass 批多少在这边。经过笔试和面试，writing test day，哦，可以是个比如 interview 面试过 pass 批多少的路，后面多少的路啊，有2个不错，哦，那要挂咯。那么说无嘞，这是他们的材料，大概都也吃了批吧嘞。您看看，您积极嘞，这2个人的能力多，今天要龙也以前阿龙啊，比较符合。该你的，喏，该你的，我们的要求，我就主要告诉他了，我就告诉他呢，该你的，你通知他们，你都是我收到来的，contact 来，
所以老师喉咙啊，你们可能会说通知，我已经通知好了，我还没通知，公立嘛，丢公立嘛，漏掉的要记得通知，我已经通知他了，我还没通知他，管他是老的。下周一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吧。那么应该，那么等你哪里？明天过哪一？我办公室来去。好的，搞把比。那大所以，哦，大所以，我马上跟他们联系，查清楚了呢。管他啥都来吧，没人。来，下一请两个学生来，E 马经理，都特别多，小林。马经理，少林说这次考这次招聘不是少林负责吗？本来是小李负责的，但是忽他然。突然生病住院了，所以就交给我来做了。这是应聘代表中吗？经理这次来，应聘的一次有15人。一个，一共有15人。经过笔试和面试，有2个不错。这是他们的材料。材料，你看看材料，你看看。这2个人的能力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你通知他们下周一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办公室啊。办公室，好的，那我马上，好的，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好，可以。来，楼上再有两个学生，要多多念课本哦。沙拍慢慢拍，沙拍的比较慢，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哈。还有就是要看得很清楚，所以生词要背好，还有那个课本要多多练习。好，老师给学生们啊。因为我 HSK 分享嘛，也有一个学生，就是以前他是否不是跟老师学的，所以这个有问题的这一反应。以前呢，老师 HSK 分享嘛，现在也有发声啊，特别多。这个是，可是呢，学生的发音比较是，就是这一段出来的，是不是是，我是。我是，他是，借是，所以可是刚刚借是不是是要是，所以这个发音要改哦，不然很麻烦的。哎，单词是来拍来，这有啥嘛？有问题？还有这边都啥？喵喵拍弄。好，我们来第三个的小林和王静聊王静的工作情况。小林呢，王静啊的聊个王静也录取你的歌了解的。来，我们请卡莉、小林、艾迪丽温、王静来。小林说：“文静，好久不见了，大家毕业后就没联系了。你现在在哪儿公司办公室呢？工作。工作呢？”文静说：“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你对现在的工作一定非常满意吗？满意吧？文静说：“我会喜欢现在的工作，因为我学的就是律师专业，而且同事们都很喜欢我，另外收入也不错。星期天咱们同学聚会，你能来参加吗？
我就说能来，虽然这次来北京时间安排的很紧张，但我一定找这次机会去跟大家见见面。好，学生哥哥，这个是法律，不是律师哦，法律哈，念错了。来，晚进嘞，好久不见了，老大 no see 哈。大学毕业后，不要比闹，就没联系了。管他什么俱乐部，我说咱们俱乐部。你现在在哪工作呢？我妈妈弄弄你了。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平常生活上，我融入生活上常常会用的哈。我一毕业就这个老师 grandma 写。一什么也，一什么问，我一吃饭就，这是马上的意思。这个咋比啊？能吃清了瑞卡嘛？意思一什么，but 哦啊，老师又 grandma 在的，所以我一毕业就说吧，不会呀呀君，不会呀比比苏啦呢，去上海，上海多比如当律师了，律师就是心里多老爹的。你对阿宝吗？爸爸来说，现在的工作啊，过的老婆妈的，一定非常满意吧？嗯，得叫爸爸龙猫时间再么啦。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哦，我过了老公也在的，因为爸爸来说，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都定了的法律 law 的呢。而且那边同事蛮多，都也过来接老婆开发阿龙啊，来很喜欢我，那我嘞，你在家的。另外，and then。后呢，在那边收入也不错吧？哦，incoming，我们家那边我们说五的，好，星期天，Sunday 嘛的，怎么？我这里同学聚会，就是没送啥不都家呗，我那找哪里？哦，classmate，你能来参加吗？你那边哦，把我弄要么啦，你能来哪来呢？虽然这次来北京，只靠啦啦北京过啦啦的，时间安排的很紧张，什么意思？赛罗啊，不是，而且一样我非是骗你啊，干你啊！马老师回来缅甸，啊，我回来缅甸差不多一个礼拜，一个星期的吧？车，可是我没有我们回来，所以差不多时间排的什么很紧张啊。可是我们 schedule 嘛，不能，其实老师不会用这个用法，我们说很紧，很紧。老师，然后four five 嘛，老师八嘞，啊，这个老师不会用的。但是但那边没了，我一定借这次机会吧。说，就是考空一个，我的企业路标路苗，就是考空一个，东差比如去跟大家见见面，阿龙呢，对吧？对对嘛，这个所以大家要看是，如果你要不弄，因为这个也虽然我们现在口语方面不会用，但是呢，我们就是说这是以前的课本，所以你有可能看到，你翻译不能 translate 掉漏的卡没有吗？有可能老师以前老师旧的有姓咖喱吗？比如说老师这有咖喱不咯？就是以前老师单咖喱什么，有姓咖喱吗？你可能会看到这种用法。紧张，还有这次机会，这是你的翻译能力的哈。啊，这个比如认识老师，这个比如那三外，八大三那三外，而且一样老你的，所以八大边呢。那一定这次机会说，就是好空一个啊，都差的路八大边嘛，这里解释。哦，OK，来，老师，再我们来看一下学生，来，A brother 姓小林，A 姐姐皮，sorry 对不起，A 姐姐皮文静。李静，好久不见了，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文静。文静，好久不见了，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你现在在哪工作呢？我毕业。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你对现在的工作一定非常满意吗？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因为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而且同事们都很喜欢我，另外收入也不错。星期天咱们同事教会您来参加吗？能来，虽然这次来北京时间安排得很紧张，但我一定这次聚会去跟大家见见面。好，这个学生念的聚会，聚会，这个哈，这个刚刚学生念的，能对，但是呢，嗯，有裙子啊，单穿别人的木鞋，所以不能一直说能，哎，要你那里哭
所以能不能不是能不能能啊、哦？所以这个要发音要改一下。来，老师哦，这个输入呢不得比，我们来对话一下。输入啊，老师知道这里有一些学生有在工作啊，所以老师询问一下一些问题啊，有工作的学生。好，那我先问丁丁屋，因为丁丁刚刚我没有开打开，丁丁屋在哪里？来，丁丁屋，你现在有工作是不是？好，你的网络是怎么样？好，你在哪里工作？在啊，我啊，做。老挝工作，那你的收入高不高？点嘛，老师要快点。哇，你的网络非常差呢，哎，我要询问你的网络不好。量体了。等一下再问好了，我下一步问啊。对了，网络不行，来，我问看一下，对，看一下，对，我知道现在他在新加坡工作。那看一下的，你自己觉得你现在的收入高不高？不高，不高。那你现在一个月薪水多少？你现在一个月薪水多少？1800。1800，我们会说一千八，我们不会说1800，我们说一千八，一千八意思是我们知道1800。那个1800是什么币？什么币？比方说缅币、美金还是新加坡币？新加坡币。啊，新加坡币，所以你要说我一个月薪水是新加坡币什么什么多少啊？好，那你觉得你的收入不高？那你觉得多少钱才会？你觉得说一个月薪水多少才会？你觉得你的收入很高？你觉得一个月多少钱？你的薪水一个月多少钱？你觉得薪水会收入很高？你觉得多少钱？觉得2500。那你拿到你领到2500的薪水才会，你觉得你的收入很高？那目前是1800，所以你觉得收入不高？OK，然后谢谢。来下一位美，你现在有工作吗？还在工作？那你在哪里工作？工钱。你的地位是什么？你在工厂做什么工作？哪个单会位？计。你是会计师，会计。好，那你觉得你的现在的收入高不高？不高。多少？那没关系，不要。九十万，哇，九十万六不十万，高哦。年币九十万吗？那是你是什么币？年币年币六九十万，十万，年币九十万不高呢。不是九十，六十。哦，60万，年币60万。好，那你觉得多少才会？你觉得收入高？等你觉得，一百万。100万才觉得收入很高。OK，来，魔眼眼来，谢谢美魔眼眼，你现在有没有工作？因为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工作，因为我第一次学教过你们的，来说出来啊。但是现在没有。啊，现在也没有，以前有吗？有，以有。前有。我讲中文，不要说耶哈，应该不要讲英文。好，你现在就在哪里？因为我不完全不知道你就在哪里。你就在哪里？Internet，sorry，solar installation。我说你现在住在哪里？
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没，瓦城，你好，瓦你城，好，我住在瓦城。我住在瓦城。啊，你以前的一个月薪水多少？以前呢？以前一个月薪水多少？60万，90万，90万。哦，那你觉啊，得九十，那时候你的薪水那个收入高不高？你觉得以前的收入那个90万高不高？不错，不哦，错，Amy，不错，对缅甸。对缅甸的情况来说，90万算是不错啊，真的啦哈。对缅甸的来说，哦，在缅甸工作的人来说，一个月薪水90万是算不错的。好，OK，谢谢了，谢谢母爷。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收入高还是收入不高啊？不会说收入低啊，不会说收入低哦，我们一定要说收入高不高啊。好，所以要大家多多练习。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练习 exercise。来这里，老师给你们差不多。啊，我有那个 grammar book 还呢，还没有要哦，还有最后一段呢。这个我来说，还是学生来念好了。我不要说，来念全部你念，你念。哎，我三一二，我呀，你又你呀，来。大学的时候，经理对我印象不错，爱中学，明天就可以上班了，所以没想到找工作这么。顺利啊！昨天没有昨天没有上课的人了，我忘记了，你不要再念了哈。昨天没有上课，昨天请假，不，下一位再来，等等他来。昨天没有啊，昨天不舒服，请假的来，等等他。面试的时候，经理对我印象不错，还通知。还通知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真没想到找工作这么顺利。你想知道面试需要注意什么吗？首先要穿正式的衣服，这会给面试读面试留下念。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其次，应聘时不要紧张，回答问题时说的不要太快，声音也不要太小，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当然，最重要的是回答问题要诚实。OK，来面试的时候，interview 的前嘛，哎，经理对我印象不错，问你讲阿伯吗？看他怎么说不的，还通知我，那我讲家的嘞，明天就可以上班了。那反楼在楼下比楼，那我通知嘞。真没想到你根本听他不，找工作这么顺利，楼下了，哇，挨着老司机逼逼悄悄摸屁多嘞不？你想知道你第几了？面试需要注意什么吗？Interview 热情嘛，老师把你这个录了，把你这个给有啥样的说对了啊嘞。首先，你要表比，严肃，要穿正式的衣服。Smartphone 家的老师为什么会点呢？正式的衣服，这第六方面家的正式的衣服为大家会被累没？会给什么被累没？面试者说，Interview 热路。哦，老师啊，你有 interview 嘞，所以老师得面试者。老师个 interview 了，所以我是面试者。哦，你是来应聘的人。我是面试者，所以 interview 如果背了的，把它说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哦，读哈，
么撇的都好认真的都比较说不了，你用高某呢，哦，看啥叫背谁的，让他觉得都我撇谁了，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看这个做啥都比较说了不，印象撇谁的，其实老陈第二个哦，应聘时 interview 热情吗？不要紧张，什么路上呢？回答问题时没公平热情吗？说的有啥？不要太快。面朦胧的，面朦胧的，皮皮表，慢慢说，声音也不要太响啊！但嘞，注重嘞，那表白嘞嘞，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啊，刚刚弄来没说的，俺也成功啊，勇气也没嘞。当然，对查那个说，最重要的是，一集中个把嘞，回答问题时一样诚实，honest，有答也没嘞。美国那边皮也行吗？啊，没呀呀，不不。来，再一个老师学生来，来，文学一样。第一印象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的第一次见面时，给别人留下的印象。虽然第一印象，不总是对的，但如果想改变却很困难。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会影响他们以后对你的判感断。觉判断。所以给第一次见面的同事留下好的印象，以后的工作可能会更顺利。给第一次见面的顾客留下好的印象，你可能会读出更多的卖出。卖出更多的东西。但是如果第一次见面给别人留下像，不准时这样的坏印象，那么以后就很难让别人相信你。所以不管是上课上班，这是学别人约会，准时都非常重要。语呢？语也单纯，语念么念等多。来，第一印象就是第一次见面时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所以大家问第一印象是什么？第一印象就是第一次见面时给别人留下的印象，那叫第一印象 local first impression。好了，如第二个他妈松对热情嘛，我们都会看他的刚刚说的表现外表都会看。好，啊，不然我自家表啦都会看，他有没有诚实，那是第一印象，所以第一印象很重要，所以比较他啊。虽然第一印象不总是是对的，什么总注意看啥这个，别人只是说慢慢感悟不，啊，你那老师那对的，其实我们第一次印象就是不好了，那是。虽然不总是对的，别人的反应，但大妹妹，如果想改变，比方说老师那你那样不他妈从对来的，你老说我吗？我刚那印象我背来的，那老师说他嘛，你是怎样的人，我已经知道的，那是不总是对的，因为你让我留印象背来背，咱们你要那么改变起来，哎，印象老师是呀，你能往细二老你要改变起来，错哎，大妹妹。很困难，还可以多阿比，不如说，刘丽老师不他妈都会对 expression，我相信他妈等他的写，骂他的写假的。所以，但如果你想改变这个老师也能嘛写 expression 过，你印象过，你改变起来错，大妹妹很困难，也可以多阿比，这是印象。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会影响，你同样我给你的 first expression 啊，会影响，就得要蒙蔽谁了，他们以后都是闹掰，对你的感觉和判断会影响的。你不骂他的，谁看啥子耶？你不骂他的，有啥对错偏照也判断松偏的不吗？也影响到的。虽然你是很优秀的人，很好的人，可是你第一次刚好跟我见面，你迟到了，我判断是什么？你是一个不准时的人，你是不尊重的人，你敢迟到哦，你闹架也的，所以我是这样判断的。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们把 reason 问出去，可是我第一印象就是这么。判断了有牛，啊，所以呢，给第一次见面的同事留下的好的印象，所以你 logo 嘛，过要同事呢，就露露这卡嘛，你一定要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的印象，为什么？以后的工作，那没有毕业前嘛，那 why logo 嘛，可能会更顺利吧嘞。
好，你是要 already 愿意入内吗？所以你可能会卖出更多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第一次正面给别人留下，都没有别的 expression 啊，线的给多，如何没有嘞？不准是，切，我太你们皮肤闹假了不？这样的坏印象，我讲呢 expression 你讲的，所有 expression 啊，那么哎啦，所以以后就很难让别人相信你。你过用几步看看多少遍，啊不咯？你那个人不怕从正面，你又迟到，那是你不准时的人。所以呢，不管是上课啊，大麦的，不管是上班啊，老板的，还是亚美训练，别人约会都伢呢，都么一张那边成对对，准时多。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里是印象嘛，哪个很重要？这里老师说第一印象的时候，什么都面试的时候，所以这里又老师说面试的时候哪些事情很重要，都不要差。然后还有呢，跟顾客的时候，跟顾客见面的时候哪些事情很重要？还有跟同事的时候也是哪个事情很重要？他有跟你们，所以老师教的，老师等一下。三个学生提出三个学生，叫他都用个口音命名。你看他这里的有讲什么？面试的时候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看我马上这确实了，那确实了，东确实了，怕别俺们面试的时候，还有呢，跟朋友见面的时候哪些是很重要？还有跟顾客见面的时候哪些事情很重要？如果呢，你第一印象不好，会发生什么事？你 first impression 搞不好，就是撇端来咯。没过没过，没过没过，你审查查，第三百个 GB 审查嘛？你也是第三百个 GBP 啊嘛？老师，GB 不要 BP 啊嘛？所以你要这户这户审查查，第三百千嘛，P 八 B 的，OK？啊，给你们2分钟，那明天请别人三百个别人记他，2分钟，那明天。来，送你乙面试的时候，哪些事情很重要？有几件？你看下面这有点难。耶？哎呀妈，下海他们来了是？我这里面试的，每面试的算别的哦。那就是说，那第一印象的时候，哪些事情很重要？不管是谁，第一印象是哪些是比较重要？
哪些事情要小心，哪些事情要注意。不管是谁，跟不管正面，不管是谁，立意下的时候，哪些很重要？第三百千万把你好皮皮呀！只有一件哦，只有一件，在这一堆里面只有一件。要注意的事情只有一件，特别是因为老师说说阿伯妈咪爱写，老师说是这一段，只有一件很重要。这个全部的重点，main 的彻底写。老师，专使。对，准时，专是某，准时，准时，好。准时，不管是跟谁见面，所以重点，老师第三百个派来的重点嘛，就是准时很重要，知道吗？准时很重要，所以这个课程老师要注意的事情只有一件，上面是很多的了。老师刚错的哈，老师觉得事情有很多，因为刚刚面试是老师比较多，我忘记了哦。所以这个第五个的重点只有是。一个重点就是要准时，不管跟朋友啦、客户啊、同事啊，你要就是准时非常重要。所以他这里是要再老师 HSKT 嘛，会第一印象是你觉得第一印象是哪什么意思？他会问你 HSKT 呢，所以你可以回答第一印象就是在第一次见面时给别人留下的印象，那就是第一印象，这样就好了，你这样就好了，结束好。那呢，第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是哪些？那是老师讲的第三拜三四五嘛，罢了，老师都可以增加三四五哈，应该四呢五呢嘛，老师多的比较多。那老师 HSK 六，老师在九号。来，我们今天赶快的，老师哈，我们有 exercise 也不能，老师 exercise 给他看了，老师拍照片家里那个啊，我要小一点点咯，因为我把我的阿九啊，将那里咪咪阿嘛说了。来，这里老师有，今天我们做到一到五好了。那老师就查好，应该张大老师现在查吧，应该过来一查吧。紧张，大家知道的，提供、符合、安排、判断。老师有三分钟，给你们三分钟，你们想一想。等一下，老师请五个学生，哪要顾客明明们？五个学生。每个人拍个，每个人卡来拍一批的卡来标呗。张大标呗嘛，老师要帮你们翻译的卡特别要，批慢慢翻译，把它编了。老师不表们，先你们先来做一到五。三分钟哦。
可以了吗？来，孙念义第一题。Che termina so tenendo nello piede. Ni, sao fuori lo bì no? Lai, mi guanci. Hama. Suni, mi guanci su sapat, mi guanci. Mi sapat, ti gani bebbian pala, yang pala, ma这più.个留下Ma le mi来。guanci. 他们这次Young pink. 招聘的要求虽然高，但是那些要求，你都，而且我那时候我还，那时那候什还么没什么判断松懈的，没念的呢？判断。判断，你应该去谢谢。好，我先不说对不对哈、哦，对还是错，先不说。那首先答案是判断，就是判断，找到表的题在。然后等一下我们答对题再讲们来说上你第二题。我看一个人怎么说话，这样可以比较容容易易，的，适合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觉得答案是什么？爷爷标，错也没关系。体重啊，体力哈。提供，哦，提供提，OK，供，来第三题，老谢，哎，不能老改的。谢，不能改的，不能老改。谢，教什么老谢？第三部分嘛，是来改什么？不符啊，合，可能，符合。复好，合。那你现在答案是符合哦，啊，你又改了，好，符合。好，下一位真龙摩天的来接第三题。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时候，他紧张的脸和耳朵都红了。哦，锦江路皮外，喏，来第四题，Richard B。我想趁这次机会去，城城看看该是公司的事情很多，时间安排的很紧张。OK，安排一台，然后来第五题，请播面位。这里有闹钟啊。判断。这里发的工作机会是最多的，每天都有很多公司在上面，发招聘通出知。发消费。好，Nura 怎么了？我可以改答案吗，老师？你要改答，你要改什么？第几题？我想改第一题、跟第二题、跟第五题。哦，来，你做第一题。第一题是我觉得答案是，不合，啊，不合。符合，啊，第符合。二题的答案是，那个什么，什判么？断，判断。啊，判断第哈，五题的答案是，有提供，提提供供。，OK，来，大家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对不对？来，我来帮你们翻译。来，晋江的老师啊，就是说，C 楼下了，还有老师时间呢，所以老师请一样干的老的所以对不？提供就是 supporting 被套板呢，符合就是概念呀，那也请的概念呀。比方说，你 CRV 漏漏请的 CRV 漏了，你有没有符合？会计是新改的漏请的，你有没有学过会计新改进步了？那有没有符合？你要 CRV 漏请的，他们你要叫他们马上微点，不可能啊。那是不符合的哦。安排就是 plan season 呢，判断是昨天讲过判断能力，好判断好。第六第二个是改变哦，第六第二个不都是改变完了哦。好，第六第二个，那你已经现在你明明知道老师呢跟我学差不多，你们也学中文差不多1年多了，那你已经知道跟老师讲话要怎么讲话，你有没有这个判断能力？你老师那讲话，你可以说随便可以讲话吗？
不可能，老师不同意，老师不喜欢。哪年是你有判断能力啊？老师是怎么样的人啊？来看一下第一题，他们这次招聘的要求都是靠老师招聘的啊，local 他的要求招生福利啊，虽然刚面白咩，比方说白皮啊，computer 对啊咩，哦，English 啊就对啊咩，哦，要求刚哦啊，基本上对啊咩，这啥对啊咩，但是那些要求，你招生他啊弄啊，你多，你应该去试试。你多比如三级签证，所以你告诉他了，你要把票找了，送票来哪了？牺牲他哪了？请假哪了？套办他哪了？把喽，挂地皮的，符合，我报的好，符合，都告诉他了，而且赶紧能改你呀。那老师现在有开 HSK3 的，你是完全没有学过中文。你可以来上吗？有没有符合？你现在包括么破都不会，你可以来上课吗？HSK3 不符合哈、啊。那你现在 HSK3 学过了，可是我有开 HSK5，你要来上有没有符合？其实不符合。那意思是我改的，没点呢。好，所以第一个答案是符合。来，第二个我们看一下，看一个人怎么说话，看老师你看老师怎么说话，老师是不是这个阿标咯？但可以比较。容易的，比如出错了嘞，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师是阿飘啊，姐姐阿飘，你会猜得出来？Hello，送片来呢？判断出送片来呢？送片不错了嘞？送片来呢？什么意思？判断出。我现在讲话，你以为我是会开玩笑的人吗？Just kidding，上到这个路了，不是哦。我讲话都我不会开玩笑的，所以你会知道老师是怎么样的人，很龟毛的人，什么意思？膝盖的啊，金金家的路，很龟毛的人，知道吗？所以你是能判断出红片来呢？OK，所以第一个答案是判断吧。来第三题，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时候，first time girlfriend 对的情吗？她什么什么的，得啊的。哦，两颗耳朵，你哪年哪月里个多红嘞？啊，不容下，比如你爷你啊不？所以，等那种搞嘛，零点对情嘛，或者不他妈从第一次搞零点对情嘛，你们会怎么样？紧张？还是谁楼下哩？是不是？当然是紧张啦！哦，来第四个，他想借这一次的机会，说实话，比如 BBD 困一，你都靠困一个，困一有一着嘞。去长城哈，哦，The Great Wall 这啥结果嘞？看看多积极呢。可是大妹妹，公司的事情，跟你也给啥一个很多时间，就说啥白明白的吧咯？就是说啊的，非很紧张，安排的牺牲他了，很紧张，请你严格你也不哦，急你也不来，所以答案是安排。第五题，这里什么什么的。工作机会是最多的。第一个老困的个，每天都有很多公司在上面，公司在上面，company 也好，把来说，不嘛，上面发就是招聘通知，company 也是嘛，老师吼，space boy 给他嘞，we need 六七八的，那就是公司在上面发透他嘞，所以意思招聘通知。A local 的张家啥？A local 啥的，我就是点他，所以这里提供的工作机会是最多的。A local 那里，老师你看，你没鬼庙呢，阳光庙，没鬼庙呢，阳光庙，工作机会哈，提供工作机会是哪个？没鬼后是阳光。所以大部分哪个努力被拉比较露露家咯，员工拉露露家的，为什么呢？员工的提供的工作机会最多的，那安当，你妈比较努力，为什么去新加坡？为什么去泰？为什么去马来西亚？为什么去台湾？为什么去什么澳门呢？老挝啊？为什么？国外的。提供工作机会最多的，国外提供哦，国外的提供的工作机会最多的，
我们缅甸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机会，现在比较没有的，是不是？所以呢，国外的工作机，国外的提供的工作机会最多，所以 supporting 提供，不管提供宿舍、提供交通费什么以外，还有这个 allow a queen land board，那我们会说提供。可以吗？所以刚刚错的学生都没有关系，但是下一次要再注意。好，翻译跟就是还有老师为什么给你们3分钟时间？那有些学生说的，那老师时间太没有那么多时间，3分钟里面我们这个要读完，那你考试怎么弄呢？考试有时间有限哦，咱们把钱 limit 干了它嘞。所以你看，我们比较会，老师是给你们练习，没功夫绵绵。我们会说中文叫老师把它说啊，就是少堵路口啊不，你也没跟我判断你的疫情，没跟我们判，比如你说赶快要放答案，譬如明天的你的疫情，那就是这个能力呢，你第一个是要做什么？前面讲过的生词都要会，前面讲过的生词都要会，vocabulary。第二个呢，课本有没有你有多多有去看课本？第三个。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把能力的时候翻译的能力哦，把它变成双语，很快就要赶快翻译的，不是？所以我们不像 HS 给 one two two three 哦，one 不要说了哈，two three 你慢是可以，我们 four 三慢慢的要提高阅读能力要提高，还有速度要快，速度要快，什么速度？Speed no，阅读的速度要快。写字的速度要快，说话的速度要快，好，跟学生们阅读 reading poetry 吗？很慢，没有关系，可是要多多练。还有讲话口语要多多练习，不要讲别人电话了。所以上课的时候，如果你有问题，你要举手，你用中文回问老师。不要用别人电话问老师。还有尽量，你也要大概要听得懂老师讲什么。老师在讲什么？老师说什么？你要听得懂。如果呢，你真的听不懂，我也就是，有时候也会快，有时候会慢，因为跟你们训练呢、练习的，也都要习惯，也都要习惯。所以有时候我讲话比较快，有时候我讲话比较慢，这、就是故意的啦，等等，哦，等等，speak，哎，那你搂他了。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老师，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可以 check bug 吗？这个 Zoom check bug 吗？你可以打字，可以去问老师。那我也会看，我看了之后我会回答你什么意思。也就是老师讲话的时候，老师讲的中文里面你听不懂的字，你可以去问老师。老师，我没录呀嘞，不是老师现在讲的。但是我讲话你听不懂，真的这个字什么意思？你听不懂，你可以问老师，还有你也可以举手，没关系，举手。那你举手，我们不可能刷新了有页，比如说确实你有那么空，可是我会知道我这个解释完了，我会教你你有什么问题。不可能，我现在教这个生词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还没有 don't finish 什么 be there 哎，你把名称拿来，我不可能哦。哦，我这个要先解释完。我先闭了嘛，我会说你有什么问题，那你可以问。OK，所以呢，你们现在就是写字尽量要快，听力要多多练习，口语要多多讲，阅读要多多念。好，就是说这个听写阅读口说，就是都要一直要增加。多大啊？就其实和 HS 给的 four 比起来，你们现在也是真的很不错，已经现在第1到第3课而已。有些学生进度很不错的，晚上内容啊比较很慢，长得傻啪啦。可是现在第3课，有些学生进步很快的，很不错，真的。可是有些学生还是有一些难一点，没关系，慢慢来。你会，可是你要什么？不断的学习，慢变慢那种力了。老师是不急，慢慢了，但是呢，也不要太慢，因为你要记得我们是 HSK 4三，不像就是说 HSK three。
好，还有就是我们之后 HSK5，对不起，第五课、第六课、第七课，我们尽量用少放拼音，少放拼音，我学会它了。所以就是学生如果真的不会念，老师会告诉你；如果会念，就是所以不要尽量不要看拼音。所以你们现在有些学生手上有 HSK 10不？所以呢，最好不要去看拼音，你要看汉字。如果你真的看不懂，才要去看拼音，不要靠拼音哦。如果你靠拼音，HSK4 下跟反给你糟糕了，好，麻烦大了。OK，好，谢谢大家，今天到这里。今天啥音乐皮不咯？Not bad，下一个礼拜。OK，来，晚安，谢谢，拜拜。